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来把记忆木。那我指定得笑他，小蛮子，我指定得笑他。全军出击！先学个 E 技能，嗯，我打精神了。兜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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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兜儿。兜兜 double kill， 我生了，整装待发，他们家哈子死了。补不补刀到底？你一个兵，学个 W 六，一个兵也不补啊！学到了，我的蛮大哥。是吗？嘚儿，嘚儿，补了两个刀，这么点，两个刀。火焰炮车的诱惑，它是经不住的。三个，我们组 Q 啊。嘚儿，嘚儿。四个兵，叫一手啊！他好像有骸骨筑城，这波闪现平 A 接 Q 接点炎，他死不了。叫他呀，你别着急呀、啊。嘚儿，这自盲一手。啊，致命点炎，嘚儿嘚儿，再见。五个兵，就塔下一站，就往塔下一呆。嘚儿，嘚儿，自盲，嘚儿，嘚儿，笑一下，嘚儿，嘚儿，嘚儿，笑。满着来了，嘚儿。嘚儿嘚儿，闪现，致盲，嘚儿嘚儿嘚儿呀，差一下下，烫死他。
哇哦，没烫死，哎呀，简直令人难受。哎呀，他生了，这忙几秒钟，两秒钟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这儿撇个雷，这儿撇个雷，这儿撇个雷，要不咱也别推线了，你不一个刀也不补吗？塔下待着吧，塔下待着吧，一个兵也别补啊。我看你最后二十分钟你能补几个刀，二十分钟补二十个刀，一分钟一刀。找机会还补刀，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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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盲嘚儿嘚儿，跑快快，嘚儿，长本事了，敢跟我打了，给你牛的。走了，回家出攻速。来个小药瓶，反正这红也没人要，我们把红打了吧。正好红打完，可以试试能不能越塔把这蛮子杀了。我杀他呀！你拿来没用。我这三杠一不配拿你个红吗？先去插个眼儿，嘚儿，要补刀啊！直接跑吧，撇个雷，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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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杀蛤子啊！这蛤子的扣放的不错。先杀蛮子，蛮子有大。嘚儿嘚儿嘚儿。嘚儿嘚儿，来下一波，
不要了这塔啊，那我可拆了啊。总是忘笑呢，怎么整？等毒消失的。来吧，笑一笑。这蛮子老能忍耐了，一刀不补，我血都不耗你，我直接就拆塔。先跑了，你干啥呢？跟我俩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是不是？干啥呢？这哈的，来，嘚儿。拆塔了，再见。来个蜡石之牙，出一个蓝烈汉的仆徒。拿蓝没有蓝，那哈子打蓝，一开始你忘了几分钟了？他几分钟带个蓝 buff 上来的，刚过去没多长时间，不能有。鱿鱼死了，水银海。谁的峡谷先锋？峡谷先锋被谁给打了？一个雷这边放，两个雷这边放，三个雷这边放，四个雷这边放，没有人现在能找得到我。五个雷这边放，从任何一个方位来人，我们都能知道，所有方位。这边放，还差个这个位置的雷。先给你个字盲，这边直接越他塔，
如果他不守也行吧。往这边再放一个，插个眼来上高地，蛤子踩雷踩死，就一下一刀也不开的。小驴人来了，鼠子你有点烦人啊！这小驴人，小驴人可挺讨人厌的。来个蓝林汉的苦楚，我还缺个沙漏。把沙漏出了，他们家那个小驴人就打不死我们了，我们就继续猜。拆完上拆下，拆完下拆中，就一直拆。歌姬来了，一个雷，两个雷，三个雷，四个雷，叮。抖抖抖抖抖，鱿鱼往我这走，鱿鱼，撇个雷，他不来了，不来撤。不来上高地了。撇个雷来，然后引个身，抖抖抖抖抖抖，鱿鱼往我这走，鱿鱼，哎，减速致盲，平 A， 没关系，闪现帮你致盲，打死他。啊，快救救！抖抖抖，致盲了！哈哈哈！我去前面探探路。跟我来，看看这歌姬能不能杀？哎呀，我永霜，我再咋上啊？撇个雷吧。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啊！走走走走，死了！走走走走走走，致盲！小驴人活了吧？小驴人活了。踩雷。隐身踩雷走位，好，闪现撇雷，隐身。那歌姬敢往右边走一步他就死。来个美甲窃魂卷，
下路带吧，上路已经带没了，我们上路就不带了。兜兜兜，我们主要杀蛮子啊！兜兜兜兜兜，100块，零食腰。放个卫星。如果我们要拆下路，这个雷怎么放呢？首先把跳弹都给他打了，其次这个位置放一个啊，这个位置放一个，这个位置给他封住，这个位置也给他来一个，就基本上没有人能过得来了。实在不行，在这个位置再放一个，然后在我们逃跑路线上再放一个。先往这儿放一个，来，兜兜兜，叮！给我滋他们呀，鱿鱼！鱿鱼咋不放滋呢？鱿鱼早咋不滋呢？哎呀，那我盯的时候咋不滋呢？给他们滋飞呀，让他们不敢追了。他妈的，真是让人生气。我还闪现救你，你是真是，哎呀，我还闪现救你。我真是个傻子，最终啊，终究还是错付了人呢。我的，终究还是错付了。小驴人也没加窃魂卷啊，小心点。继续拆下路。螳螂上当了，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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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烫死！打个红去。这位置放一个吧，小驴人好像有点无人能挡了呀，走喽。好闪现，撇个雷，这里
里撇个雷，这里撇个雷。这下路也不让开呀，把小绿人杀了，漂亮！这为啥有助攻啊？把下路一拆，齐活了。把上路再一拆，就剩个主基地了啊！把门牙拆了，兜兜兜兜兜，我们的眼里只有一个字儿，那就是拆，师傅挨。野地雷，兜，这小绿人哪来的呀？我咋没看见他呢？哎，我惊了！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我不要了，我直接换个猫的。水龙龙魂了，我这雷能不能来人踩点？谁来踩几个雷？我们已经可以放五个雷了，一会儿去他们家基地里边放雷去，这儿放一个，这儿放一个，然后这儿放一个，反正就是不在兵线位置放雷，都给他挨个放一个。来呀，纳斯蓝爵给他打了。我打着雷了，打着大龙老快了，尤其是我蓝天汉的折磨，我要是双折磨打得更快。笑，哎呦我靠，闪现，这小绿人可能有闪现，你知道吗？这儿撇一个，这儿撇一个，兜兜兜叮，这小驴人打我是真痛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好疼，师不挨、哎